观战一局巅峰期间精彩对局，看看蜡像师是如何让求生者完成速溶成就的。蜡像师刷新在小船，直接往小木屋走，这里必刷一人，但黑妹已经战略性后撤，成功的躲掉了耳鸣，但看了下黑妹的视角，好像被网络制裁了，所以这算是误打误撞躲过危机。此时蜡像师已经来到了大船，也发现了儿子，这肯定是要处理掉的，反正打儿子相当于追机械。随后直接传送到双十一的角落，前面果断拉球拉开距离进入双十一。此时的黑妹已经恢复连接，蜡像师直接封板封窗瓮中捉鳖。但显然前锋这波操作有点迷，江户有蜡的板窗是会增加身上的蜡的，直接被自己来了个石化，给监管送了一刀，刚才就应该直接拉球离开这个双十一，现在去了小船方向，在这个位置只要利用好球拉距离，一般不会那么容易倒，至少还可以牵制个30秒，毕竟蜡像师对只要的板窗地形很无奈，但球没了，那么倒地就是时间的问题了。在蜡像师各种封窗的情况下，前锋最终倒下，此时机子大概2台半，挂上前锋，直接远处的机子来一个冻结，又可以封个10秒钟。求生者这边病患依旧，大家可以学一下这个勾点，有点秀，飞跃的距离非常远，但估计得狗准才行，不然很容易撞墙。双方没有博弈，直接一刀逼救，没道具的前锋注定跑不掉，直接拉开距离，解放角落的机子，但这一切都在蜡像师的计划之中。直接一口痰封住，蜡像师强行将前锋拉回来，目的很明显，就是为了封住角落的机子。黑妹开始二救，但来的方向被猜中，直接上蜡。然后开二阶技能，一喷一刀，还好病患突然出现，才让黑妹把前锋扯了下来，但也是徒劳。一家三口直接被喷倒，没有丝毫的多余动作，前锋上天，病患上椅，黑妹娇自起，此时机子还剩下2台，机械师开始移救，但被发现了位置，蜡像师开始拦截，两人转角偶遇，蜡像师开始送蜡以表欢迎，面对着二阶的蜡像师硬抗，只能说机械师非常的勇，直接没开二度，一喷一刀速溶机械师，直接挂上后，黑妹前来求佛，但显然蜡像师没这个想法，只想快速解决所有人，然后开始下一局。